牛骨髓。来了，你们要的牛骨髓。你知道吗？全是油啊。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可不是鸡蛋糕哟。我说像鸡蛋糕。上头了，这个没有多少。手脚还不利索了，来了一勺煤。好辣呀！
Hello， 我来啦！今天又吃牛骨髓，看看啊，全部都是骨髓。来一口，哎呀，全部都是牛油。整个牛骨髓，天天吃不够啊！哎呀，两天不吃就难受，整一根。啊，这牛骨髓原来是这样的哈。嗯，真香啊！这个香。哇塞，哇，刚出锅的。哇塞。来个酸黄瓜，天天看你吃，我都不敢吃这个，我怕上头。但是今天呢，你看我做的这个，你看我做的这个啊，我给你对比一下啊，看看，来，哎呦妈呀，你做的这啥呀？牛骨髓啊、哎？我这也是牛骨髓，你看一看，对比一下，你尝尝味道，这是啥味道的？嗯，我说啊，嗯，也挺香的。你咋做的？这是给我做的，你别不要脸，给我给我。你知道我是啥做的吗？对比一下啊，老铁，看看。虾滑做的，你太有才了吧！老铁老说虾滑跟这个牛骨髓它不一样，你看看。那牛给你吃吧。不是，你看这颜色，对比一下。哎呀，这根满。啊，你看看，看看这个。倒出来啊、哎！来，对比一下。哎呀妈呀！虾滑是这个样子的，来，牛骨髓是这个样子的，干了。得劲儿哈！烤牛骨髓，这是我自己上市场上亲自看老板割下来的牛腿。不是在网上买的那个鸡蛋糕，满满的全是油。那老板跟我说了，这个东西不叫牛骨髓，这个东西就叫做牛骨油。看着油，